开会开始，向大会报告，今天上午的议程继续市政总质询，我们请今天第一位质询的议员江瑞宏议员进行市政总质询。江议员请发言。安主席吼，市长，安各局处即个局处长，安媒体，从安遮所有的电视机前吼，安遮所有的市民好朋友，媒体先生吼，小姐，大家好吼。好。人生啊吼，人民啊，求生的本领吼，你看，这必然。按伫今年5月25，也是吼，按林务区迄个原来里，我这个做工程，伊这堤坝伫顶年拢有提高，今年的雨水就强要溢堤啊啦吼。来，按警察局长哦，我请问你哦，假使你若是住伫遮啦吼。在你家，若中水啦，你第一个会想要做什么动作？请警察局李局长答复。这我伫这个顶年吼，伫个八月十八遐，因为吼落大雨，这人工街每年若只要落到雨够，咧做工作若满，就是这个情形啊。局长，恁家若伫遮，你第一个动作会安怎做？感谢主席，感谢江议员。阮家若伫遮吼，像安饮水，爱第一项个紧避难。避难就是地下室个吼，一楼个，若有囡仔紧带去楼顶，先避难，无去收容所，无等来饮起，人命关天，第一项个。第二项个就是看车有伫地下室无，车有地下室紧开走啊，若无开走，淹去变泡水车啊。好啊，你请坐吼。谢谢。即摆来，按到局长，我请问你，你若是住伫遮，拄着即个情形，第一动作会安怎？请教育局陈代理局长答复。谢谢主席，谢谢议员。会先看一下自己家里面就是防台防灾的这个部分的措施，然后就是移车。第一个动作移车嘛。就是先看厝内因为落雨，还是刮风，是不是会当先厝内处理好，来就刷车安尼。你请坐吼。这每年啦，像拄到这民众第一个，就像局长吼，咱到局长所讲的，人第一个想法一定厝内人下骹闹囡仔一定先带走嘛。第二个动作一定把车开走，结果。那拄着这个情形啊，伊这个出去，我伫个城关路安尼国道十号下骹，也是我接这条做工程的迄个桥顶，百姓拢会驾车开去这个桥顶遮，结果第一个动作伊开了回来，那要去倒水，那厝内水退了，驾车开回来，是哦，第一个动作车顶拢粘张红单。这就很多民众都拿伊这个水退了，隔天来清内底第一通电话卡就没啊，讲阮车无地停啊，是啊，都咧可怜厝啊，中水啊，车无地去，我的性命财产我一定爱顾，结果第一个收到就是红单。我即摆讲的意思是，局长，无唔对，伊是违规，当然你以恁的。警察的职责哦，只要民众检举，因为城关路桥下的车流量足大嘛，民众要过，伊也认为讲我这车甲大家停啊，但是伊袂体谅讲，伊唔知影人边仔人厝拢中水，所以甲个车开起来遐，一定检举嘛，检举恁就爱执行，我是咪本身建议讲，以后若拄到这个情形，是咪都。上简单的话，你交代安分局分局长交代安个派出所内底警员吼，是咪较有人性化吼，卖咧法理情是咪情理化先做吼，你看要先甲通知，讲是咪已经路火车停到
迄、那个交通哦，拢阻塞，哦，还是咪看希望，车会当刷去倒，莫停在遐，先劝导。哦，明年啦，讲以后阁有这个情况发生，按是咪用安来处理安尼无？哦，局长啊，啊，即马来到局长哦，就是这个情形发生了，伊迄、那个按这个做公证哦，他去哩倒手边有一个特殊学校。拄啊，就是因这个社区上近的所在，安尼学校内底有停车场，结果民众要惊人开单，即马车要开去特殊学校内底，报传来讲爱请示校长，即马校长讲爱请示教育局，啊，等你请示了，迄台车毋知要落去倒位啊，水已经退了啊，结果请示回来就讲教育局讲袂使停，安尼你看这个情形。未来是咪有哪像本色讲的，拄到这情形是咪交代校长讲这特殊情形嘛？特殊状况是咪，甲安尼保全的交代，只要若落大雨，民众人厝里了中大水是咪希望安尼特殊学校内底的停车场互民众去下安尼无？吼、哦、是咪？卖阁等下讲迄落保全的请示校长，校长阁请示教育局，阁倒转来讲袂使停。啊！这真啊，民众饮水都咧痛苦啊！搁一台车无底下，我、哦、啊是本身讲建议市民交代落，交代安尼特安尼某个特殊学校，啊，落校长啊交代保全的，有时啊半暝啊落大雨，你唔知嘛？人民众要驶起哩，半暝啊要对清洗啊，哦，是毋是？这个证人会当直接甲市委啊交代，和民众车开入要某到局顶，哦。哎，按北德南路吼，一只这座路，这座路是北德南路原有的旧路啦，就是较早北瓜里还袂开发到像今仔这座旧路。你甲看平常时啊，若无落雨啊，好天，伊路就是安尼。你甲看，无平嘛，起起伏伏。你即摆拄着落雨来，迄个进路变上低。你看，见啦落一个急雨，啊，才着中水啊！即拄啊，伫八卦里个旧部落迄，你即摆你也看，哦，啊，民众顶前只要落雨，水透袂出去，啊，因着要知了做生意啊！啊，你看即排水，伊雨若落压袂到个时阵，咱阁有看到排水孔。你若雨落到个时阵，排水孔吼，已经迄个大雨，按正手平车，伊倒手平，你看佫无落雨时阵，看到排水孔，若落雨来，迄排水孔的出口就淹去啊，根本水你拢倒进嘛，吼、哦、啊是咪？你看这座路安尼起起伏伏，拢波浪形的，结果即摆有办会勘啦，按水利局吼。安怎回答你？敢知？伊讲，即张文回来讲是咪哦？拜托业者配合啊，叫业迄落业者吼，伊边仔有一间幼儿园，讲叫伊是咪吼，都替安处理，讲家己吼，另外用一个排水，叫帮安帮生八卦里处理啦。啊，叫里长，这无唔得，叫里长先甲民众。家己需要的路边的树啊，先刷走。哦，啊，这你看，即摆来就是卡着，伊就讲，算讲这路啊拄着安尼一百级的重划。有哪？你看这红线内底，哦，这个黄块啊，黄个啊，就是摊歪的八德南路。啊，你这个爱河最后一里上游，哦，安尼八个排水，就是对下骹。啊，到顶面去了一百级的，讲等遐重划，较要做伙处理啦。来安尼，水利局长，你一百级的重划是进度安怎？请水利局蔡代理局长答复。谢主席，谢议员哈。一百级的重划的，那么目前用地的部分是由地震局这边完成一些相关的程序。那水利局这边是针对
在北屋上游的这个排水，还有我们的这个草潭皮那边要开辟两座滞洪池，那总经费28000万，我们有跟那个中央来做争取。水利局的部分是针对这个排水的部分。对啊，你预计当时当那个发包钢顶的部分，钢顶的部分，因为阮已经去了体育中央啊，应该是明年会当发包啦。啊，明年发包，差不多要做、啊、做差不多，那照迄个规模，应该是要做差不多两档。啊，你明年发包啊，搁做较好，你看是毋要等到四年啊？啊，你四年三档啦，三档啦。啊，三档，迄是哦，安尼理想化伫遐规划啦。我看三档也是，啊无啊多严，啊迄落啊做袂开啊。你甲看啦吼，恁即摆讲要等到安尼100期的，含伊即落伫迄个，即、這个伊口啊遐的巴德兰路吼，即撮古路遮，即撮就是较引水职业，职业拄啊后壁，伊万底落一个溪窟啊。啊，安市府嘛是甲原底是甲规划公园，尾也甲改了做滞洪池。啊，你等到伊只恁规个规划重划做好，已经我讲的差不多要4年啊。啊，伊只就来等你做好，啊，唔爱淹到4年啊。哈，这个巴德南路这则啦。我若开始施工的时候，我就去想办法吼。总共明年若发包，我就先哪会使，我就先处理只看会当。安怎去处理一下应急的部分？我局长，我建议啊，卖讲应急啦吼，等下应急吼，你去可能去三等应家人搁伫遐应嘛，是毋吼？这个部分啦、啊，伊只拄有一个现有的，会排水的水沟伫遮，啊是毋吼？建议你把这条路先啊整平好无？整平你。小可落雨，伊高低起伏不平，你低所在，你都唔免讲会排水袂排水，伊就自然就伫遐积水啊。是毋？甲这条路，吼啊配合永康厝，是毋？来甲先甲铺平了，啊，佮这个往这个出水口，是毋先做一个简易的，会当予只水排出去。你茫去讲安，吼拜托民众迄个业者啊边啊。台一支讲啊，细讲，啊，搁台啊低，啊，你看，着水啊落到迄个水位遐，迄支讲了排袂出去啊。吼、哦，我是咱水利局是毋搁办一道会勘，啊，看这先要安怎来处理。啊，毋茫搁等到你即个一百支拢种会好，啊，遐民众着爱伫遐受苦四冬个。吼、哦，我是毋安即阵啊吼，着排一个时间，啊，甲永康厝个是毋做伙来会勘。哦，安尼无。我会照他拄啊议员这个建议吼，应该那大家包括这个土地拢是一个自治区的私人地吼，大家若讲哦，拢会使，啊，搁阳光出遮嘛会使吼，阮着来检讨看，安怎去甲这水先捡起这条水沟，哎，阮会来处理。安尼就顶完请坐吼。哦，这迄天安尼个水利局吼。啊，有来伫咱即个八孔桥，八孔桥就是拄啊安尼做公圳，甲西仁溪伊个汇合点，甲楼底下游，吼安尼后面溪落，啊安尼水利局应该有讨着经费，要来伫咱即个西仁溪含迄个曹公圳哦个汇合口呀吼，要搁伫桥安尼八孔桥头前吼，就是进画红个啊。敢若是要搁增加两支箱岩，对不对？吼、哦、啊，这是毋会改善讲做工船甲西仁沟水急的时阵，伊的排水会较紧，啊减轻这个做工船较袂有溢体，啊遐的百姓嘛较袂，这个厝内甲路也较袂中水吼。吼、哦、啊，即马等下你甲做伙回答无？啊，搁按这个城关路、甲凤林路，这个十号啊桥卡，只要你若是落急雨，大概水就是安尼。啊，我看清洁队的实在有够辛苦的啊！只要若落雨，因就爱派三个安尼清洁队员去甲雨进我面对的头前迄、那个灯湾，
遐拢迄款迄个水沟仔挂，拢爱把遐水沟仔挂拢掀起来，因为你水沟仔挂是毋啦，水树叶啊流来，甲草啊规个塌的，啊水你一定袂通嘛，排水一定足慢，但是佫掀起来了，小干嘛是排袂离啊，啊你即阵已经逐年只要落雨就发生诶，吼、哦、啊，刚刚谭我讲诶，即个是毋，吼安尼进度，当时要开工啊，预定当时要。这个想法要做较好，啊，咁，这个，安尼红云路甲国道十号下骹遮，要安怎来解决这个水的问题？请水利局蔡代理局长答复。谢谢主席，谢谢议员。那先，先讲那个照片上面提到的这个城关路这个那个凤仁路这个问题哈。那我们过去就是都是靠一些简单的移动式抽水机在这边抽水，但是效果有限。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在去年有发包了一件工程，就是在这一个比较低洼的这个区域，就是会做一个比较浅池，然后做了两台 0.15 cms 的抽水机。那这个工程在预计是在下个月的15号会完成。那现在只剩下那个台电的一个供电，那完成以后大概就会初步的一个解决这个局部性的淹水。但是那个这个是属于短期计划，长期的部分我们还是要在已经有在规划，就是在这个周边的一些台糖的一个用地，我们是希望未来如果有一些相关的开发，我们是希望它提供出来做一个滞洪池，那避免就是把我们这个凤仁路周边的这些排水能够导入这边做一个滞洪，这是长期。那另外议员刚刚有提到这个八控桥的部分，这个工程已经发包，那主要可以从刚刚这个图片上面来看，其实它是从我们的斯隆溪跟凤山那个潮工新郡涌入到我们的后进溪，看起来它的这一个汇入点的这个部分，它算是一个河道的一个瓶颈点。那这个地方没有拓宽，会让潮工新郡整个水位高起来，高起来就是刚刚议员有报告有讲的，就是说这些住家会溢体，所以我们这一次把现有的这个河道从33米拓宽为40米。那另外就是在这个防汛道路下面增设了2孔5米宽的箱涵，所以把这个汇流的地方的整个通水断面有加大，那加大当然会减少上面的这个涌水。那这个工程预计是在已经发包了，现在在施工2000多万，那预计在明年汛期前完成。那主要的那个困难是，周边在防汛道路下面的很多的管线，我们必须要做管线，大概进度是这样。预定差不多明年。计划在进程。计划在进程的完成吧，吼。这个施工的时阵，这条路敢会管制？所以阮可能。在地方遐会阁开，应该是有，阮有做新闻稿的一挂迄个宣导。那较详细，阮会阁做详细的一挂现况的一个说明会。啊，未来可能阮会做一挂迄个交通上面的一些指引，去做一些局部性的改道。嘿，这有造成地方咱遮市民的较无方便。哦，希望按到头仔按局长讲的施工的时阵，嘛是要通知哦，用路人知影，哦啊提早公告，啊卖施工。你开气口要搁洗头，真啊歹洗头个啦。好。哦，啊，你变讲，伊来安尼后硬起个脚变后一个替换个道路嘛。嗯。啊，伊出去伊嘛是袂通啊，啊，所以是毋是提早甲互用路人知影？好。哦，按迄个局长请坐吼。即摆按即个交情，哦，按个米山路，两年前。你看水，就是拄啊，敢那8月，无，迄敢那是倒顶两年啦。只要你若落雨，梅山路固定一定淹嘛。啊，原因是安怎？你看这主河啊，伊挡伊个挡迄个挡水墙，你敢知影做甲安尼很坎嘛？你看这水淹到偌悬，吼、哦！你看伊连伊个马桶个。抽水管都有哪爱装到比迄个铁门较悬啊！即家家户拢用到尾啊，变讲家己哦，就是为着厝内无爱饮水，拢爱迄个装备拢家己爱做个啦。吼、哦、啊，即段伫迄个梅山桥，吼、哦、啊民众有叫我去看，讲即、這个
这民众真啊足热心啊！伊讲自做囡仔，伊就在地，伊这个所有多后安尼水利会的排水沟，因美山路的地下箱岩，拄系这间后壁退公庙头前，按水利局有啊设一个抽水站，就是抽安尼美山迄、那个美山路加迄个大排，拢来伊这个抽水站遐抽出来，结果。伫顶两年，就是迄、那个抽水的功能哦，伊的排水排放啊，比水流来雨水较抽出来袂好，是毋拢抽袂好？尾啊，敢若伊甲通知即、這个民众，甲通知水利局，佮加一台抽水机啊。吼、哦、啊，即尾手即摆伊嘛是敢若有迄个安尼立委林代华顶前，吼、哦，你看安。尾啊，争取一条2350万用建树的，啊，水利署650万两个补助，啊，正敢若有哪有请顾问公司在规划，吼、哦，局长对不对？吼、哦、啊，进的进度，啊，做到什么程，迄、那个设计到什么程度，当时会当发包啊？请水利局蔡代理这样答复。谢主席，谢议员哈，那个先针对。营建署这个2350万这个部分经费已经到位，那我们在目前的一个设计上面来讲的话，已经快要完成，预计是在8月会上网招标。那主要就是营建署这笔经费是把436公尺的箱涵增设一孔，就是1.5×1.5，加速上游的这个水能够赶快排出去。那另外水利署这个部分650万，主要是做一个原来过去在这一个区域里面有一个稻红溪的排水设施。那我们这个水利署的650万，目前已经提报给水利署这边要报明年度的应急，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个部分水利署它年底会纳入，我们会优先来设计。那也是希望在明年汛期前能够把。这个整个美山路周边这两个工程能够把它完成，大概我们的目前进度是这样。对啊，你即马因民众伊即个真正足热心，伊讲问安的水利安的水利局啊，这两条经费是毋是都变两个顾问公司？那设得设计啊？设计公司我爱查的。哦啊，伊拢有真正咧注意这件，爱讲两间顾问公司。两条钱，啊！咧设计，啊！那迄个设计安尼，啊！这边这条钱设计安尼，伊讲迄到尾啊，这条钱哦，无采人安尼林代华入位，吼、哦、啊！甲中央争取来，结果你若两间无联系又好，你做出来迄个改善哦，排水做了无效果，无功能出来，这条钱变白开，对不对？因为我甲员报告，这种甲顾问公司无同，应该。影响无大啦，因为基本上拢是伫阮水利局吼，阮家己本身每一个区域，阮有家己个排水系统。水利局即个当然吼，包括主管拢会照即个系统当然规划物件落去审查。顾问公司无同个，伫每一个，因为伊有采购法一寡相关个规定，我无可能要求顾问公司全部拢同一间，但是因要设计个物件，爱互阮水利局看过、审查过，安尼较会使。所以应该即方面议员免烦恼。无啊！伊民众嘛是咧担忧讲，两条经费啊，两间顾问公司啊，叫做设计出来排水，迄、那个功能无出来，无统一嘛。啊，即摆是咪本身伫遮是拜托按水利局，是咪按这顾问公司啊，你安排一个时间啊，看要来阮服务处，还是来，哦来我坦白讲，即个特工庙遮，吼、嗯、啊，大家会诊一下，啊看，互民众建议讲。即未来，哦，恁是咪好？就等于唔免讲，像我公开说明会啊，恁是咪设计出来进程，哦啊，互民众，即足关心的几啊下哦，伊会敢提供，伊若看了讲今年地价，恁安怎做，迄、那个排水功能未出来，是咪？就像我讲的，迄条钱变白开嘛。你做个阴美山路，遐民众相共个咧饮水，结果人骂更加添我。爱条钱是安怎补的？补到尾啊，佫功能佫无出来。吼、哦，安心嘛，好意啊，认真要替民众来解决这个饮水的问题。莫讲安
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后果阁无出，阁有民众骂。我、哦啊、本身遮是咪拜托阮水利局，啊，都两间顾问公司甲阮水利局个承办呢，啊，叫来按看要退公庙也是阮个服务处，哦，啊，互民众看看，啊，甲因提供意见，哦，安尼无。我甲拜议员个时间啊。去咧带阮即卖诶，阮会甲阮诶同事啦吼，啊，搁其实两件其实是目前一件在执行尔啦，另外一件未讨到钱诶、哦，所以做伙过议员遐是看议员指定诶所在，类似一个地方说明会，听大家意见。诶、欸，阮紧来办。好，局长请坐哦、喔。即卖啊，请咧环保局长哦、喔，来我请教你哦、喔。安尼，安这清洁队员啦吼，我记甲顶年安环保局有哪有去招考新的清洁队员啦？啊，你讲要以人口比例分配清洁队员的比例，按工山区现有的清洁队员，哦，这是我去揪的资料嘛吼，伊人口97,000+。伊进行一位清洁队员106个，招请44,000，哎，头四千的人口，伊有60个清洁队员，大社34,000，伊有51个。阮林武区安德林武区有9,000+的，已经破90,000+啊嘛。林武的成长人口比例拢是正成长的，一直在成长。啊，结果伊进。是81个，你看岡山加7,000+就106个啦。安尼，阮林武区差7,000+减20+个清洁队员，这对我感觉个啦，平平时间在做工课，啊钱领平济，啊叫做较忝个，上辛苦个是林武个清洁队员，因为安怎讲个，我今仔8点钟来上班。我工作做有时啊，就找一寡较轻松啊，是讲哦，就袂等于就是讲休困时间会较长嘛。啊，你看81个，你也要以比例，你甲看按工山区啦，你看人口比例服务的，你看伊一个等于服务900+个，按鸟枪区服务700+个。大社区服务600+个安尼民众，林务的一个人爱服，若要以人口比例算啊，伊落爱服务1,000+个啦。吼、哦，按你个环保局长，我请教你，啊，你结果是毋是伫按环保局吼、哦，伫1908年11月有争取4个啦吼、哦，结果伊分配。伊分配了话嘛是阁有人退休去，结果伊个人迄个清洁人员的比例嘛是阁无走出来啊！啊，你按伫迄个1809年3月阁分配两个，到甲今年1809年3月吼，临时人员阁补3个啦，即摆到8月。有讲要分配，结果任务嘛是阁分配无到，啊！就像我讲的，恁是毋是会当甲我讲的这个比例，应该按有一个法规内底，就是讲，以我印象较早伫任务做代表的时阵，是毋是一个，比如讲一个清洁队员，啊，人口比例是毋是几百个当，爱会当请一个清洁队员？请环保局张代理局长答复。谢谢主席，谢谢江议员。一般来讲的话是800到1000左右了。那因为仁武这个新兴人口真的是正常成长的蛮快的，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去年11月的时候是补4个，那今年2月是补2个，那3月份再补临时4个。那这一次7月份到8月份要上班的这一部分是目前没有，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已经上层，就是说针对于提早退休的这一些。人员，我们是不是要提早再禁用
这部分已经上层，那希望就是说能够赶快补足各区对相关能力不足的问题。那另外我们在空屋的益智扬城的计划里面有小型的扫街车，这小型扫街车的话，目前我从这个礼拜开始就会去，它可以去扫那个街道比较小的，还有慢车道这一部分。这个部分我从这个礼拜就把它调过来支援到仁武这边来，希望能够暂时解决所谓人力需求的不足的问题。那在明年的部分，这一部那个小型扫街车的部分，我们也会再增加，希望就是说各区人力扫街的人力能够尽量减少，而以机器来替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会减少我们清洁队员的一个负荷？对啊，我现在问题就是讲分配的比例嘛较公平。是。哦，你看，独独任务在服务，若要以人口安讲算服务人口的，你看伊啊八十一个服务九万几个，分配开平均我啊服务千几个，安尼比例根本你都，你安那补你都补袂低，我是人是咪会当哦？以后安那新客哦有清洁队员是咪任务？下一批的时候，我们就会再增加，增加人武人武区队的人力。哦，好，好啊，我感谢局长。哦，即马按人武分化落，这个已经到今年已经二十年，哦，安尼签约也差不多到啊。啊，顶阵啊，我那有听到安尼议员咧质询，到底要收当个？啊，要迄落公，啊，要公营，啊，是要停路，啊，是要继续搁签约，吼，啊，这是咪告进安尼环保局长，安进安个安你们这个分化路，恁进个到年底合约也到，啊，恁个想法是要安怎做？要收当个公营个？啊，是议员讲有人提议讲关迄落天路都关起，哦，啊是要阁继续阁发包哦民营的来经营。请环保局张代理局长答复。谢谢主席，谢谢江议员。但目前为止，我们规划还是以 ROT 哈，就是以民营化为主，就是包括仁武跟冈山的部分。那南区跟中区目前是维持由公办公营。算有那要都继续要阁经营嘛？哎，对，民营化。都未收当个公营，也未停路嘛。未。吼，啊，即马即二十年是未来签是要阁签继续二十年，还是？是，阁继续招标。继续招标嘛吼，啊，若招标有那个合约阁二十单嘛，啊，是咪本身直接甲咱环保局建议哦，是咪会当？你看按公益的 MI 场。已经剩差不多两年外寿命，对不对？对不对啊？吼，安局长，是。你是咪未来遐个伊遐个路，迄、那个火渣，灰灰固化，灰的部分啊，你搁会当车去掩埋，应该差不多剩两年半的寿命嘛。目前我们也是有短中长期的规划，对于掩埋场，包括。鹿竹掩埋场的活化，还有鹿竹阿莲、鹿竹华冈里，还有大社掩埋场，包括燕巢的部分，有短中长期的规划。那我们希望，假如说进行顺利的话，这些掩埋场的寿命我们可以延长到十四年左右。搁十四年啊？是。是咪要搁延较长的？本身只要是咪，我有，吼、哦，你看安尼，环境再生能源利用对不对？安尼分化路。过去要设这环保路，就是希望会当发挥这个功能嘛，对不对？是。吼、哦，啊，你为着讲这条路啊，啊，要予业者伊嘛会当一定要有趁钱，靠多生存嘛。是。吼、哦，啊，伊一定要收到外县市的。吼、哦，啊，我有去了解讲，是咪会当要求按以后标定的人，甲咱签约要求吼、哦，是咪鼓励厂商的技术会当搁升级？我达到按个减量啊个利用的目标，以我知影，哦，是毋是外县市的粪扫车入来，是毋是交换，安尼底渣处理？目前是 1.67， 就烧一吨的垃圾，我们外运 1.67 的底渣，底渣。
那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到1.97，对，就是一吨增加就将近两倍的底渣可以回运。对啊，本身主要就是要建议讲是咪，伊一栋入来叫要车两栋，差不多两栋一倍比例出去，安尼是唔对？会减少安地安高雄市这底渣处理的迄个成本，就像他那好成本嘛，啊，佫会当延会当延长哦。按这个掩埋场的寿命，佫延较长，对不对？是。因为一个窟窿要吞啊，你一定时间性到迄个动声量，你会当减轻伊的吞伫按高雄市的所在嘛？啊，你是咪要求会当提升到两栋，按卡来甲烧，吼，啊，若无两栋的，无就卖啊嘛。是是。你不，伊一定要来处理啦。是，我们7月20号会开会啊，针对这个外县市。那个底渣回运的处理的方向哈，我们来做一个讨论。那讨论完以后，我们就会上层以后就会依照我们相关的比例来执行。哦，好，感谢哦。啊，局长请坐。这条哦，这条是台39线，也是阿莲安的高铁卡哦。你看双边的道路，做甲，你看做甲这水这大条哦。啊、我知影之前我担任里长合并的头一届，安尼高工资甲敢若甲交通部有来阮林武区的区公所开一个说明会，吼、哦，这讲阮含台湾含高工资拢有直接会勘，就是讲现当时讲的较偌停伊啦。嘛无因，我知影，敢若讲要分做两期啊、三期，要对阿恁迄边延续即个高铁卡双边道路拓宽，爱当减轻工山交流道的车流量，啊，结果到阵合并啊，特别交通啊，啊，即个进度拢无，吼啊，请呢，安尼交通局哦，是毋是起来说明一下，按即个进度。交通局张大理局长答复。谢谢局长，谢谢江议员哈。那针对高铁台三九南延的部分哈，那其实这计划我们现在是配合桥头科学园区的开发。那目前已经有，因为我们希望定义为省道，这样可以减轻市府的负担哈。所以目前公路总局他们已经有争取的可行性研究的经费，那也已经办理上网招标，那应该是。6月3已经上网招标了哈，那所以大概是8月底可以决标。那如果说可行研究一年的期间完成之后，就可以进入综合规划跟环评。那期间我们是希望能够尽量提早。那因为它全线大概是20公里，那经费大概要100多亿哈，那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北段部分，因为配合侨科的开发，能够先优先通行北段的部分，这是我目前的建议。谢谢。啊，你即马是要分，我那像较早来林务区公所。说明是要这道要做一期了，还是要做两期啊、三期？现在因为是我们定义为省道，所以是由公路总局在做规划。那我们是希望说，因为那个其实可能经费的部分也蛮庞大。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可以一次到位，当然是最好。那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分阶段开发，是希望北段能够优先。哦，啊是咪安尼交通局哦，啊会当。把这案哦，要跟要甲对中哦，我们都持续在跟那个工总那边保持联系。哦，这个像本身讲的，会当改善按工山交流道啊，搁安尼入住科学园区未来，这车辆的交的车流量会当分散嘛？啊，不你看，你若到上下班时间啊，可能安尼主席哦，若伫工山，伊可能爱提早20分出门啦。是哦，你看工山到南麻坑。这站一定拢塌的啦。对，所以因为现在我们高雄市的发展南北向的部分，大家只有国一跟台一嘛，所以我们希望台三九南延能够提供一个南北向的一个替代道路。这是目前市府包括市长也指示我们要积极来推动。哦，啊这哦麻烦咱交通局哦，咱局长这边哦要紧，有那这案要紧来追踪哦。是。啊，即马。安尼，迄、那个八德二路，安尼一哥哦，安尼交流道，伫安尼尾八，现有规划讲哦，八德，这个八德二路要搁做一个交流道来，啊，到阵的进度
这个计划其实我们也完成可行性研究，那有送公路总不是那个高速公路局审查。不过在初核会议，就是108年1月的初核会议，那因为它的那个一本比小于一哈，那所以在委员会里面大家就决议说应该要跟高屏二块做整合。那所以后续部分我们就配合工总的高屏二块规划，那希望把八德路这个交流道能够并入。那目前工总在做可行研究的题目报告，那我们看到他有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单点式的交流道，那另外一个是钻石型。那在上礼拜五市长已经批了，我们会把正式我们市府的意见，我们希望采单点式的交流道方式。那今天早上应该会发文去给工总，然后希望他纳入那个题目报告的评估。我是不是未来你来讲？有通过建议后出，我本身是建议讲，伫这个交流道内，唔忙，你忙一个路，对这个八德二路。哦，没有没有，他单点式的话不会这样，对。哦，啊，希望讲来到桥卡的时阵哦，你这个交通的动向嘛是要处理好，你忙桥顶无塌，结果规个钟头，无走无换平面道路，走了煞平面道路规钟头咧塌车。啊，咱是变讲各家居民乱得唔好，哦，啊，希望是咪按未来，哦，啊，甲即块规划好。好，是。哦、好，安尼按局长请坐哦。谢谢。即马我安尼捷运局吼，安尼捷运迄个捷运黄线无吼，安尼预定是当时要动工，安尼局长。请捷运局吴代理局长答复。谢谢主席，谢谢江议员哦，感谢江议员对这个捷运黄线的关心跟指教。那我们按照目前的进度是在111年动工，那6年的工期一定在117年完工。是，啊，有确定？咱目前的进度是照安呢，啊，目前进度完啦，符合预期。是，哦，啊，即马安尼捷运黄线哦，是咪规划来到安尼交情安尼算？迄、那个神农路，吼，安、哦、有要设一个，尾啊，敢那因恁个基站要设伫遐嘛？对机场，吼、哦、啊，经过安迄、那个安、那个银迄、那个交警车所谓里面哦，出来都大家咧定情，到尾啊是咪安有搁规划一个安个迄个车站伫遐嘛？是，啊，结果民众即摆出来反映个，因大概知影个。伊嘛是咧讲，是毋会当把这集用做地下化，卖用高价，吼、哦，第一按土地成本嘛较省，吼、哦、啊，本着你咧做个工程费用有较悬，但是你若以土地征收来抵押，应该嘛相差无偌济钱啊。啊，民众咧建议讲，是毋会当改做到神农路都交成这集，只改做地下化个。即、哦、我家己阮。报告两点哦，第一就是讲目前的规划进度吼。那行政院伫去年5月的时阵，伊协定咱的迄个可行性，啊，咱伫今年3月上综合规划去到交通部，啊，交通部即马等伫审吼。啊，另外就是讲伫即个环评，咱今年11月，咱就会送去迄个交通部转环保署来审查。哦，啊，另外就是用地取得的部分，咱目前完全按照咱的进度去处理。哦，这是第一点报告。第二点报告就是讲伫 Y2。到 Y1 这段的高架吼，才是安尼吼。就是、我们原来黄线是全线地下化兴建，啊，伫行政院伫去年5月核定咱可行性的时阵，行政院迄阵啊，伫文内底有甲咱讲，就讲基于政府的裁员，还有这个整体的计划效益，希望高雄市政府会当评估吼，伫进修科大一直到机场的这个路段，加上讲 Y5 到 Y1 会当。高价来兴建，吼、哦，安尼会当减轻这个政府大概在玩的这个负担。啊，不过因为市政府有研拟了三个方案，那这三个方案我们评估了以后，因为对于整个地方，不管是对正修科大，然后还是澄清湖，甚至于是长庚，还有棒球场这个地方的影响太大了。哦、交通的这种冲击太大，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哦，就是为了回应行政院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在国七、哦、这个议定路线在往北这个路段，我们才出土，然后进入这个机场。那机场因为刚好有一个高层，
迄个第三公墓遐台伊较悬，所以我们高架进去的话，在设计上是也比较顺哦。所以最后我们就提了这个方案。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地方这个地方意见很多啊，那议员也有转交地方的这个陈情书给我们，所以我们会在这个交通部在开这个审查会的时候，我们会把地方的这个意见，然后带到部里面去做报告，然后全力争取看能不能全线都地下化。是。好啊，啊希望局长哦。是不是这块都会当弄个地下化？吼、哦，安尼是咪？迄、那个交通也袂影响着交通。啊，第二，你看，你用伫高架顶，迄噪音真正足大个啦。是是。你也拄啊，阮厝啦，拄啊，我困伫三楼，啊，你个高架起啊，拄啊，我个窗仔门口遐。啊，你看迄呐，日时啊，比如讲人啊上暗班咧，日时啊要困，根本嘛无在了困。我是咪按朝向安尼地下化来努力啊，吼、哦、吼，安尼。哎，我们到交通部去，我们会去争取。是。哦，啊，即马安是咪两个出口，一个出口，哇，一个出口啦，吼、哦。啊，你看，这个出口，伊出来面向的是，这边拢蒙阿波嘛，吼、哦，拢公墓，啊，佮山仑啊，这边拢无人住。啊！你出口是做你这边，啊，结果你看这边价格，你无做出口，照你讲，安尼生活圈较侪人口在流动的，这个生活圈跟这个商店，你做这样就是讲要带动商机嘛，吼、哦，会当让民众方便。啊，你结果这边拢无出口，啊，民众伊即马嘛是咧建议讲，这边出口做，吼、哦，这未来规划嘛，安尼公墓未来拢会扣。我未来要哪去规划？哦啊，即马现有的就是这边的徛家，你是咪加做这边？哦，安尼生活圈这边哦，是咪有哪加设计一个出口落？谢谢议员哈、哦。那这个地方是这样子哈、哦，就是说这个 Y1 车站，那刚刚我们现在这个是布设在南向哦。那南向这个第三公墓，我们未来会取得大概17公顷的土地。那除了这个捷运必要的设施以外，我们会做一个大型的开发，所以米莱家也有加大型的峡谷哈，在这个地方集居，所以目前出入口是布设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因为北侧这个地方目前碰到的困难是，它是一个已经建成新城屋已经很密集了，然后目前为止土地出掉是较困难，好出掉，所以说目前是单侧的一个布设。那这个部分哈，我看我们会再请我们同仁。然后再看跟议员这个地方，我们再到现场去看看还有哪一些空间还是低度比较低度使用的，可以的话那我们再来想想看怎么样来做处理。好，我本身建议讲你加做一个出口，会当活络这个在地的经济。好、哦、啊，麦哥，你看清楚，因讲啊，你出口这边啊做遮，无看到半个，看到安尼生人尔，伫遐困啦。哦啊，这边。生活圈遮济人，因拢要求讲叫拜托本设计，按这样子建议讲哦，是毋是伊个对面有哪个做一个出口，安尼民众也方便，啊会当活络这个商圈内底加这个地方。吼、哦，对对，所以即马吼，等于讲因为这边已经拢发电啦，所以土地较歹找，吼、哦，所以目前才做这样子的规划。那可以再到现场再来看一下，看有没有比较低度使用的，还是附临近。稍微有一点距离的也没有关系，我们找找看。好好，好，而且我们请几玩家到场。朝这个，大家加增设这边的出口来努力啦。哦，好，是是。哦，好，感谢安。好，谢谢。安局长。我即马来，迄个平板一个无。
院长，你敢知影这块片才是对？请杨代理市长答复。好，谢谢主席，谢谢我们瑞宏议员。这个观音湖，观音湖我去过了两三趟了。哇，这个所在是咪真正天然的第一，一是水利会的灌溉作用。是。没关系，让的江议员您讲完。那个江议员，抱歉哦，因为时间到了，是不是我们请江议员服务处，然后发个现场会刊，请我们市府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然后是不是研究把那个环湖的自行车道哦整个完成，这样好不好？那个，因为对不起，因为会怕会影响到下两位那个质询时间。哦，对，那我们就请市府赶快来会刊处理。好，本席宣布休息10分钟。